来，30秒钟继续，3、2、1，来，开始。嗯，咋没买下来？满钱了。学生党不要刷礼物啊！然后没有工作的玩家也不要去刷礼物。有点小钱想玩一玩的玩几手就好啊，然后不要去上头。我们这边打比赛啊，须弥还在啊，因为再生下来了，须弥上去了。我们看初期在不在，初期在啊，可以在那边一致而已。吸收走再生，这边的话我们走高级法术暴击啊。来老哥，来给个将军。对，我需要你的将军令。养毛，我感觉这个能打成是吧？不一定。这个再生的话，还真不一定，真不一定。来，30秒钟继续，3、2、1，开始。1000元啊，142万了，他们150万，我们继续追啊。OK， 这个叫宝宝的，是不是开了两个号，一个号丢了一个，这样再刷的呀？要么这个宝宝中，要么那个宝宝中，你是不是两个号，然后各刷一个这个样子？怎么感觉都是这个宝宝在中呢？这么牛逼的？这个号刷一个，那个号刷一个，来看再生啊。OK， 虚弥在，来法莲，来出奇，来虚弥，对，来暴击，活动掉了，活动掉了。
大魔星跳上去，来，上面高神哟，来30秒钟，1000元继续，3、2、1，开始。虚米在的啊，来，这边是初期，这边是虚米暴击，来往上走。完了，这宝宝两个臂带跟这个小魔星都不好掉，这个。等一下啊，再看一下他前面有一只失败的队伍图。这怎么搞？这个劲爆，劲爆高神。魔星吸收的位置，走高魔星吧。基本上都是一个一个中的，因为大部分玩家都是送一个送两个，要么100块钱中一千，要么200块钱中一千。他100块钱刷10次，10次之内只要有一次中的，皇马帮我闭一下麦，皇马帮我闭一下麦。这个叫够中的啊，不要卡麦啊。来，30秒钟，1000元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一包1000啊，一包1000。来，老板，你再秒点钱给我来。学生党不用去刷这个啊，没有钱你也不用来支持，知道不？有钱的老板支持支持就好了，他们也是中中奖玩一玩，没有钱的玩家就不要去浪费这个钱啊。虚名是在的啊，来出奇虚名暴击，暴击就走了。哎呦，我他妈的真的是裂开了，真的。这宝宝这几个技能救不掉，我靠，他就两红上去，就一只两红。暴击上去要走魔之心的位置，走这儿往下走了，这肯定是不能打暴击了。法师波动打法莲的位置，他们法波一致走后排，走高一致了，但是一致有高神的话要上跳，走法波了。这宝宝要死是吧？我也这么觉得，太难了，一直打不掉技能，只要技能他不掉你知道吧，他要是掉了还给我点希望，一直循环就让我很慌。虚名是在的啊，我们只要虚名在就行了。来出奇法灵掉了，应该 OK， 总算掉了一个。来30秒钟，1000元，3、2、1，开始继续。目前我们第一名，我们先领先个几万票啊，等一下他们追上来就追得比较辛苦一点啊。目前我们领先第一了啊，我们继续往上冲，给他们拉开差距。法爆，我看一下这边怎么上，走法莲，走法波的位置，走进击必杀的位置，现在走法莲吧，我觉得走法莲安全一点。
莫西再坚持一下啊，我这边差不多了，先拉开点差距，去休息一下。虚弥在的啊，高神来出奇，来虚弥，来一号位法波，好，来往上走，进击必杀，来吸收魔心，漂亮。老板，你可以带高级法术暴击套装，怎么说？我先给他们拉开差距一下啊，等一下会休息一下的。来，30秒钟继续，3、2、1，开始。30秒1000元，我就把票数给他们拉开一点，不然人家一两张圣旨咣当一下就追回去了，那不翘了，这追半天就翘了，这还能不能再上一本啊？可以是可以，那挺危险的，主要是挺危险的啊。禁忌法宝在这儿啊、高级法宝在高神的位置，反正高爆肯定是打不了的。禁忌法宝跟一致选一本吧，来，禁爆跟一致，你选一本，法宝肯定是上不了的。啊，高级法宝肯定是上不去的，高级法宝队友图是覆盖的位置，就这两个位置，禁忌法宝跟一致在下面啊，禁忌法宝也在上面，高神的位置。
万多啊，一万多。一会儿呢，我们继续啊。上来就很早就要死掉了。